哎，看先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我的标哥啊。准备吃午饭，今天的午饭杀了一条大白鳗，还有我要加多一只梭子蟹。至于大瓜大白鳗呢、啊，今天的午饭，然后下白粥，生活美滋滋。吃完午饭还没洗碗，然后大家都去补碗了。前面的那个碗破了，所以这里要补碗了，要补个两三天才能把这个网补好。这个小伙子也是刚学补网的，补起来手势还挺熟练的，感觉只要肯学，没什么是有难度的，手法越来越熟练了。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十五分了，然后现在在洗碗，我去看一下。现在洗碗哦。很多海边长大的孩子都不知道拖网渔船怎么操作的，即使家里有兄弟姐妹或者长辈在拖网渔船捕鱼的，也不清楚这个拖网渔船怎么操作的。现在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拖网渔船怎么操作，让你们了解一下家里长辈兄弟姐妹在捕鱼的辛苦，也是挺不错的。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出去捕鱼，所以现在了解一下，视频上看一下，其实也是大概了解的。好像这个网比较难拉上来啊，应该有好货。我们的垃圾是没有扔回海里的，是留在船上然后带回去的。网身粘着一个大墨斗啊，这个墨斗好大，大家看一下，比我手掌大多了。然后这边就要把网从这里挪到船身，再把甲板那里把鱼货倒出来，然后在那里分拣鱼货。老实说吧，我也觉得不够机械化，如果有机械能把这些网拉过去，那更好更方便。然后到这边呢，就有人操控钓机，然后把网钓上来。这样网就慢慢钓上来了。这个网是拖到好多个笼子了，怪不得那么难拉上来啊！也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去拖到这些笼子的，因为有些笼子放得不够规格，也没标明位置，所以拖过去不小心拖到，我们也感觉不好意思。如果有这些笼子的主人可以过来取回去。拖到这些笼子也是让我们收获少了很多，所以我们也不想拖到。哇，这个碗收了三个大响螺，大家看一下，三个大响螺都好大，发财了。还有一个超大的椰子螺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几条这种陆垂鱼，这种鱼是要养活的，养活的才值钱。一只大花蟹，网身上是有好多这种豆腐鱼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把网放下去，先进行拖网，然后我们再去前面分拣鱼货。船找好位置之后，就把网放下去。网放下去之后，就靠船的加速度，然后把网拖过去。靠船的加速，然后把网拉下去，然后挂上分水板。这里挂上分水板，然后放下去，就完成整个操作过程，就可以进行拖网了。整个起网然后到放网的过程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去前面分拣鱼货。
这个往两个大磨斗，好大的大磨斗，一小筐螃蟹，八爪鱼、小海兔跟虾，还有几个小墨鱼、豆腐鱼、黑鲷鱼，还有这个加吉鱼，这几条是泥猛鱼。这一筐是加吉鱼跟真鲷。总体来说，这个网那些活的海鲜就能卖5000块钱了。三个大响螺很大，大概是3-4千。这个网说还不错啊，三个大响螺大概有10斤左右了。现在响螺已经大概有300多块钱，三个就有3000多了啊。还有两条大鱼，两个大墨头啊，好多都是螃蟹，主要加起来都可以啊。这个网不错啊，不错啊。好，这个晚上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然后下一个晚上分享给大家看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拜拜。